Steffi 邓丽欣呢日就出席慈善活动 ，Steffi 仲透露即将会喺台湾开铺添，咁以后咪有更多藉口可以成日飞去台湾揾男友王子咯。系啊，早排就即系公布咗啦，咁我嚟紧会14号啦，就会即系其实已经开咗噶啦，咁14号就系一个活动，就系开幕活动咁样咯，咁就系一个健康嘅饮品店，咁系啦。咁会唔会揾男友帮手宣传下咁啊？其實冇刻意，或者即係咁，佢都好好嘅，即係即係佢又近啦，咁啊經過見到即係我間鋪頭又買杯飲品，跟住又順便影張相咁樣。我見佢尋日都發咗個 post 幫我宣傳，都唔係我刻意叫佢噶，咁佢好好咯，可以即係幫我。过几日就是 Steffi 的35岁生日啦，到时又会不会同男友一起庆祝呢？我冇谂太多，可能我开幕的嘢我自己都即系都头痛紧，咁所以唔紧要啦，生日开心啦，大家系啊。